嗨，你好，Hello，请自我介绍。三位导师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郭美美。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天哪，你怎么会来这儿啊？等一下再问他，我们先听他唱歌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为我们唱什么歌曲？今天会带来这首《小苹果》。我不怕不怕啦，是不是？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天哪，你怎么会来这儿？我非常喜欢唱歌，但每次都是因为自己很紧张，就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的表现。我想借这个舞台克服我那个害怕的心态。你刚唱的时候，我发现你踩到你的那个号码牌，你有几个音没有处理好。多多少少有一点。我相信还有个原因，因为你的名字造成了你的困扰，是不是？这里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郭美美。对，那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有一点无奈，因为我2006年的时候发了第一张专辑叫《不怕不怕》，那我以为大家都认识这个脸孔，可是直到另外一个郭美美出现，我才发现原来大家也没仔细的留意我，所以我觉得我当一个歌手，当得蛮失败的。你根本不用去顾忌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谢谢。有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吗？其实我来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在微博上看到有些网友他们误以为我是另外一个郭美美。
就看了那个留言，他们就说我怎么好意思过来就在台上表演。那我其实想跟大家说，他是开豪华汽车的，但我不会开车，我就骑脚踏车。我觉得蛮难过的是，我以为当歌手就会有很多机会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可是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想，所以我真的很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用心，然后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可以站在舞台的机会。当然，你那么真诚，你那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你，而且你的音色也很有特点。我可不可以帮你写一首歌，你唱，就叫我不是那个郭美美。如果他肯给你写词，我就帮你写曲。好啊，谢谢。我们就来表决吧。虽然说有信心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没有信心就一定不会成功。对，谢谢。美美，你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让你过，加油。我们想要看到你的更成长，更有内涵的内在，在我们中国梦之声的舞台，可以吗？可以。我给你过。你应该告诉大家，你跟大家笑着说，我是郭美美。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摄像机都开着呢，我们必须给你这样一次机会。开始。我是郭美美，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郭美美。耶！请你。谢谢。欢迎你加入偶像学院。开心这次可以通过，就觉得自己有进步，希望再多一点的磨练，以后站在台上就不会那么紧张。我想跟所有喜欢不怕不怕的郭美美的朋友们说，谢谢你们的支持，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有今天的郭美美。我回来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微博虚拟观众席的朋友们，我们的头像还